这个地方有一位同修，他问的，他说上个星期六，你讲经，这个意义很深广，若概说呢，可以用相应一词，也即是佛法的根本法，其法。上至佛陀，下至初发心众生，应不二，所以决定生，因其心已如此本，这是讲的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。说的这两句话，他对这两句话没有能够理解，这个意思确实是比较深一些。这个生则决定生呢，是你的境界提升，为什么说去则实不去呢？前面跟诸位讲过，虚空法界各土众生是一不是二，你往哪里去？中观论里面说了八个不，形容这个事实真相。如来果地上如是啊，我们凡夫啊亦复如是啊，决定不能说如来果地上跟我们不是一样的那要不一样呢？那六祖讲呢，那不一样就是二法了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所以你要记住，生佛不二啊。这个大乘法师常讲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是佛觉悟知道不二，我们偏偏说是二。